Zombie apocalypse. Molly Heist Dear G， 这个 Molly Heist 这个鬼游戏呢，它终于出了第二集了。那呢，第一集呢，我呢还没有先玩过了。那如果说呢，你有发现，因为呢这个 Molly Heist 第二集呢，这是手机版的这个。那如果说呢，你有在手机版的 Google Play 呢上面有看到，或者说其他下载游戏的地方有发现到 Molly Heist 第一集的话呢？你可以点我的蛋蛋，就是这个蛋蛋，就是这两粒蛋蛋，看到没有啊？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玩这个《Molly Heist》第二集啦。废话不多说，我马上来开始。都有三关嘛，一个是这个来的哟。哇，这变成一个城市了。哇，这些人呢？哇，你看他的这个衣服还有项链吧，还是什么衣服都已经挂上了大便这个，哎，哇，爆炸头啊，那个这个还有给人家了一种狗屎味，哦，没有啦，哦，这世界，还有一个鸟在这里，哇，这个任务哦，这个，哇，还有，哇，这样多了，这个任务换了吗？这个还是说还没有换？那一直摇来摇去，是什么？要偷完的？对对对，什么鬼来的？哦哦，这是往前来的吗？我是跳哦。等等，怎么不可以移？哦，这是移哦。死掉了你。哦，看到一个大便纸。看到一个大便。看到一个卫生纸。哦，可以跳上去吗？跳不上去哦。哇哇，这很难手动的哦。这要怎么动啊，哎。不会玩的咯。完没了，哈哈，那么快就没了，没有得到任务啦。五个大便，敲了这么的低，又要直接按那个哦，哇！什么叫声啊？我打到他的琴，喂喂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！哇，找出了一个任务吗？撞车！不要跑吗？叫爸，等一下，我干嘛走那里啊？我得到一个任务，哇，得到钱了哦！这个是什么？按 F 可以爆炸，哦，龙哥，哦，我的大便可以拉的比较长一点，就是拉的比较高哦。你看到这个食物拉的这样长哦，啊，这什么？什么？知道？直接用来出任务，直接出任务，我猜呀。撞车！跳，嘣！哦，打到他的琴哦！来，给他降下去，直接加料，又拿到钱了是吗？我。看到那个大便纸哦，看到那个什么大便，拿不到了。诶，等到高的时候再说了。哦，还没高哦，跳什么跳？还没中到那个人呢。一，
叫什么啦？有叫什么吃东西啊？不用吃啊！不要跑，不要跑！喂，等下太卡了，太卡了！喂，哎，那么快哦？这样快的吗？这两粒大便哦！拉高，呜！走走走走走走走，直接来给他加赛，这上面都是奖杯嘛，这个，赶快赶快！还有，脚踏车脚踏车，来来来来，没有车哦，我可能是真实世界的话，躺在这边连一辆车都没有撞我。用电脑版应该会比较好玩哦。哎，有个 bug 哦。没有了，还有 GoPro， 所以一粒大便啊，一粒大便很轻松啊。哦，哎呀，快点快点快点，直接出任务啊！快点！快点！哟，烦哦！快点，快点，撞车，撞车！没有撞车，就这样，没了啦！哟，电脑版比较好玩呢、欸，电脑版，我还在这边涂鸦，为什么有这个图啊？这个，这次来个噗的这个声音哦。没有了，没有大便了 ，finish。看可不可以捡到另外一个关卡，可不可以捡到另外一个关卡？没有，15%而已哦。哎呀，太卡了啊！那个有六个大便。喂喂喂喂喂，撞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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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叫了！喂，大便纸我拿不到了，大便纸哟，烦哦！哟，真快！要碰到五个人的晚餐吗？五个人的晚餐，好。两个了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我还有，快点快点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！哦，三四，差一个人呢、欸，哎、欸，差一个人哦，就等到死了啦！哎、欸，差一个人呢、欸。差一个人就要，不要撞车，不要撞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又跑了，又跑了，真是差一个人哦。有没有车？有没有车？哇，这轮子还在转哦，黑轮吗你？你这麻烦哦，麻烦了，这很难控制的哎。哟、哦，有不要撞车，不要撞车。等一下、哦，等一下，慢慢过，慢慢过。再稍微，一二三，差两个人，不要不要不要走不要走，哟，又拿到任务了，又
拿到了是不是 ？Come home， 捡到了回家，没了，没有啊，没有任务啊，只有这个啊。不要撞车！不要，真的给我撞车！不要碰到他！不要碰到他！手机版的很难用哦！不要跑！不要跑！难玩了，这个手机版。哟，超难玩的这个手机版，死掉了一个，还有吗？还有，好了好了，哇，还有辣椒辣椒，哇，这个有。大便还有一丝丝哦，不要给我出东西了。哦，只有一次吗？有，捡到个回家，没有，这次没有回家咯。没有人了，啥鬼？哎，肚子敲那么高，那么快就没了？有没有了啦？有，这多一点，这多一点，没有钱了。哎，还有哦。有三个大便，三个大便，有了辣椒，有一种辣辣的味道，哇！等一下，看有没有，喂，太卡了吧这个。这太卡了吧喂，又不见了，哟，怎么办？要怎么办？哟，烦了，哎，可以跳，哎，不能哦，卡住了吗？哟，不要。他真的扑一声了，所有的全部东西吃完了啊！不管，直接来出任务。我们八点先想好对策。不对，不要！喂，才五个人的晚餐而已，有那么难吗？为什么不是四个人？这为什么是动不能进去的？快点！为什么不能带我一起出街？又是个 bug 哟！哟，我怎么会给海豹？他们那么喜欢大便啊！哟，等一下往上看，那个粒大便只在那边。哦，有了，拿到了。到了，不要往下看哟！我们在哪里？就在我面前，还有一个大便纸在哪里？还有一个大便纸在哪里？还有一粒大便纸，那个又是个 bug。No， 不要啦！哦，没有了，没有大便了，吃东西也吃完了 ，finish。
哦，至少可以拿到很多东西哦。第二关，43%嘛。哦，什么东西都拿不到。嗯，还要再玩了吗？哎呦，第三个大便池在哪里？难玩哦，这个。哎呀，不要看了，全部吃下去，不要躺鸡。哎呦，哦，8个大便。喂，有谁可以告诉我大便纸在哪里啊？困难哦，大便纸哟。装车，装车，装车。哦，又拿到一个任务，开进去，开进去，撞死他们了！又跑又跑，你们不要跑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撞死了，撞死，撞死了，撞死，那，可恶，又是个 bug。喂，大便纸啊，大便纸哟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终于有了，哦，终于，哦，
哇，这是不是游乐场啊？就是有大便池，大便池。这一关的大便池比较好找、哦，这个。那上面还有一个，这边有一个。这次大便池比较好找哦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一直跳了，跳跳跳了，蹦蹦蹦蹦蹦蹦，哎哎哎哎。哦，那快转哦！你刚才那边跳。哎，换了，你看，哎，人生不一样了。但是人主角也这样子的，没有钱买。哎，那很有钱，刚才不是领吗 ？OK， 直接来出任务。有很多的 combo， 我们现在熊熊的一个 combo。骑那个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比较难移耶。嘣！你捡到了一个，快点快点，中他跳什么舞、啊？哇，你看他的脚，他的脸已经可以透过他的表情。不要用到水里面，这样用的比较快。没有，不要用，又捡到任务了。没有，叫什么？牙膏。一个是标，一个是那个。有哪个哪个？不能双跳，麻烦了，很累。有拿那个人。好了，把他炸死，把他炸死。全部都拿过来吃，可以双跳啊！那个，好了好了，来吧！哇，好高！这可以双跳吧？可以哦，有大便子，大便子，得那个大便子，赶快了，不要再。哟，拿到了，拿到了！喂，你们不要！炸到一个小朋友，炸到，炸到！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哦，没了，没了吧？对对对。吃完了，吃完，还有一个一组组。哇，剩下三个任务吗？有一组组。哇，那上面很难拿，那上面。喂，上面难拿、哦，上面。喂，那上面难看啊，上面难看嘞、欸。哇，那这是扑一声哦。
要被吃。哇，真的很难跳这个，有一点难跳。有一点难跳，有一点难跳。我怎么跳不高？好，先把爆炸给用好。跳不高，跳不上去，跳不高。有啊，有有有，有一点，跳不上去。哟，怎么办啊？二一没了，麻烦了。一开始玩那个任务就拿爆多啊，不要倒在水里面。叫屁啊！不行啊，跳不上去啊！我不是要这样，跳到那个棚子上面。啊，差一点！啊，爆了！爆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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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影片啦、啊，就到这里结束啦。不是啊，不是结束啦，还会出另外一个，因为这关还没玩完。那呢，如果说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下面喜欢跟分享，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礼拜三、礼拜五，晚七点，早一点都有可能。好了，那我们呢，就下一次再见喽，拜拜。哦，对，在影片后面要先跟各位讲一下那个什么，有人跟我说我的影片不好笑，可是有些地方好笑啊，对啊，对我来讲啊，可是我跟你讲，你要看是你家的事，不关我的事，你要看就看，我没有逼你看好不好？反正又不是你要，反正我没有要给你看，是你自己要看好不好？自己爱抱怨，自己心里抱怨吧你啊！我知道了。好了，其实这些人啊，都会有啊。可是有些人个性就是不一样哦。那这我的影片我没有说要叫你看，是你自己要看的。你自己说很不好笑的，你自己去说吧，不要在下面 YouTube， 不要在 YouTube 下面留言不要告诉我。也不要去我粉专跟我咨询我，我 YouTube、Facebook 什么东西我都不欢迎你，我频道里面都不欢迎这种人，知道吗？哦，因为好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！记得真的是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好，我们再下次再见喽。